这妞有点意思啊。现在也该你回报我了。小姐是否按导航走？好。老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专门接你下班。接我？嗯，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老麦，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他这样的人会缺女人吗？哎，叶子啊，走，慢点。你先随便坐，我下去跟朋友打个招别蛋儿，最近怎么样？最近蛮好的。你参加这次巴塞尔艺术展，能跟我的装置互动，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跨界艺术交流互动方式。感谢你对艺术的支持啊！不错。哎，继续。你觉得这幅怎么样？你喜欢的类型。啊，这个器械啊，蛮可爱的。来算你了，哎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一下。你的设计师很艺术。对不起啊，睡着了。你可真会挑地方。这尊雕像是我最喜欢的英国当代艺术家达明赫斯特的作品。那一定很贵吧？这是他在巴塞尔艺术展上送我的。艺术是无价的。还没忙完吧？要不我先回去。我送你。我走前面。这名字不错啊，他在上班。瞅你这个桃花满面、春风得意的样，这么明显。恋爱中的美，
真可怕。三个男友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哎，这是花了不少心思啊，走心了。你说他会不会跟我表白啊？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，谁还表白啊？不，我觉得他肯定是那种会跟我表白的男人。嗯。哎呀，也该收网了。对，哎，那预祝你成功啊！来来来，走一走一走一，放心，哎，这次一定比你快，祝你买到成功。哟，好看，在线2000块，今天刚好有活动，什么活动？满5000打8折，不用，买单，好的。六呗，你真阔气！我买这牌子，我都得考虑考虑。我有预感，今天晚上不一样。啊，要不？我们先看看菜单。没菜单。啊？这里的菜啊，都是每天看老板的心情安排，没挑三拣四的机会。老板好有个性。你也可别小瞧这儿，这边约要提前半年，而且每天只有一桌。在北京啊，有钱都不会花到明面上，如果不懂行的，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。看来之前我太孤陋寡闻了。你要打扰一下，买三样菜，来，此香带鱼，慢用。好，谢谢。这道菜是老板最拿手的，尝一尝。来，给你夹一块。谢谢。打扰一下，三样菜，鸡鸡脆香里，来，慢用。这道菜我非常喜欢。一天到晚的相当于慢用。怎么样？你好。送给你。打开看看。好独特，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亲自做的。看一下，129。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29天，生日快乐。一个男人如果愿意在你身上花心思，谢谢，那应该是一段恋情最暖的时候吧。129。老麦。嗯。你送我杯子，是告诉我一辈子的意思吗？你呀、啊，今晚有好酒，咱们就一醉方休。Thank you.
你还没有去上班？嗯，今天跟公司请了假，不用去那么早。啊，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不太方便啊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只是单身这么久，一大早起来看有异性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亲爱的，嗯，我有个小事想请你帮忙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你说。嗯，能帮我这次艺术展写个稿吗？包我身上。真的。嗯。什么 idea 啊？说说看。是这样，怎么不太像男朋友的感觉？师傅，麻烦您挑不堵的路。绕一点也没关系。喂，吴总，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采访您啊是我们的荣幸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成为自媒体行业内的第一名。嗯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喂，眼儿，怎么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特难搞定的吴总被我给搞定了。可拉倒吧，咱公司都被封号了，要看咱那公众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看。师傅，麻烦您开快一点，谢谢啊。北京的路，关键时刻就是这么堵，我着急回公司呢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现在全网都说咱们倒闭了？啊？我也刚从微信上听说这事儿，说咱们文章乱编，被人查了。我早就说过这样不行的。对对对，都怪那西总，说什么发文要快，这下可好了。我这个刚买的房，这下可凉了。哟，都在呢啊。趁着人齐，我跟大家说个事儿。估计大家已经听到消息了吧？我们现在呢，都把手上的活都先停一下，咱们的公众号关停，有品位从今天开始正式解散。解散？习总，这么多人说散就散了？那不然呢？我接着50000块钱一个月，接着养你啊。那也就许可一个人呀。我们什么时候50000一个月？什么啊，明星实习生，什么50000一个月，现在好了吧？枪打出头鸟。就是，老拿50000块炒作，我以后怎么出去找工作呀？
我要赔偿金啊。得了吧，你们一个谁拿的钱少啊？说说谁拿的钱少，怎么就记得住贼吃肉，记不住贼挨揍呢？行了行了，都赶紧收拾收拾吧，现在还赶得上别家大号招聘。哦对了，工资就结算到今天好吗？最后再送你们一句名人名言，凡事别等明天，明天太遥远，今天就行动。换成北京话怎么说呢？麻利儿的。好吧各位，咱江湖再见吧。算了，正好我有时间出国旅游一圈，我得赶紧去许可石像站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旅个游散散心。可以。颖儿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您本期个人卡账单48722元，回复井字符 ZDFQ 申请将48722元分12计还。大小姐，在家呢。我打了好久电话，怎么不接呢？我还担心您出事儿了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就是，大姐，我这几天太忙了，就没顾得上回您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之前咱们房租是提前支付的，这次啊，您已经逾期两天了。不就两天吗？要不？您再多给我两天，我保证第一时间把款给你打过去。我干嘛要再等两天啊？没钱住就赶紧搬家。您今儿要不付房钱，明儿早上我就带人来收钥匙了。哼，真是的。老麦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OK 啊，不过可能要很晚喽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自从上次以后，他就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。如果没出这件事，我也并不想一直给他打电话。对不起啊，加班来晚了。老麦，我是约你吃晚饭，我现在等你等的所有大厦的灯都关了。我有跟你发消息说今晚会很晚。对不起，不该跟你发脾气，心情不太好。可你就不能为了我多抽出点时间吗？许可，我认为一个忙工作的人没必要为一个失业的人浪费宝贵的时间吧。我才刚失业，而且我现在是你女朋友，你难道不应该关心我吗？我觉得呢，我们之间还不算。平时吃吃饭、收收礼物，这么简单的不挺好吗？我最讨厌恋爱到最后又要求这又要求那。老麦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喜欢还是喜欢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喜欢很短的，必须说喜欢你。不受喜欢的影响，男人都这样了。
哎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上了。骗子，你就是一个骗子。骗子。哎，我记得你在社交软件上写的是北漂的。两千吗？我劝你，北京不适合你。机会是不